嘴巴的痛苦了，让心中感受到了极强烈的痛苦。那么邪见也是呢非常糟糕的，说呢没有三宝，不信三宝，不信业果的道理，于来世呢就会感受到极强烈的痛苦。那以上是对于十种不善业简单的介绍，我们一定要将呢这十种不善业消除掉，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安乐，永恒的安乐。这种六年这个的在传承上还叫个呢，也没他们把这的，那他的他也把这六年就要行动，反正对那这种用什么的修的，这是可以六年这边不对的对的修的。记忆都没他妈呢念了教的记忆都没死。那边搁着那哪他老师给我忘了那个那边都没死。给忆都没死哪次人把的给忘了的这种就足可能比大部分的也给了给了的那给予的给予都没死。这不是的真的呢很不疼的。但我不他就压年年的他就压那主播他就压旁边也还是乐趣中心的旁边也就压。旁边些呢，然后包括一些家呢，那对了，然后就来不碰不到这些家呢，都给的吃一顿饭，或者那些顿饭，他用什么些顿饭都对了，顿饭吃的不对的，些的，等到等到等到没把做了，没个就不要不去煮，第第二顿等到吃面的就把没把做了，下面那些那路要不去吃别个呢，啊，没把什么做呢，那这种。这边的苗子土马的，这是习惯的，这是记忆的，缺个嘛都赶紧嘛偏死的。老人的，老人的说什么的习惯的，缺那不打不接，咱的这是每个脚步上的缺的。再到年轻的路都比那的缺的，那缺完打不歇完了，然后两个人啥的缺的，那就下回吧。再到缺的多了下，对的我给多买的菜，嗯，得了得呢，这不打紧，这不土的，等到多啊，土啥？其实呢，所谓的苦，它究竟能有多少呢？它是数不尽的，苦的种类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虽然有无边无量的苦，但是呢，在许多的佛教论点当中，都将了苦简单的分为四种，即是呢生老病死的痛苦。生指的是呢从母亲出生时的痛苦，病指的是呢生病病痛的苦。老指的是呢原本我们是年轻的强壮的，后来呢渐的衰老，感受到呢老的痛苦。那么所谓的死的苦，它指的是呢舍弃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色身，包括呢我们的一切的亲朋好友，一切的家人，甚至呢与我们亲爱的父母亲，我们的骨肉分离，也必须呢将我们今生今世所累积的一切财物放下，而呢离开，这个是死的痛苦。远离十种不善业，那可以呢获得永恒的安乐。那么若呢要将痛苦的根连根拔除的话，那必须要透过四圣谛当中无我的道理才可以。因此呢在广论当中呢非常强调的是，若呢要获得安乐，唯一必须透过修行正法，尤其是呢想要获得永恒究竟的安乐，不修行正法是不行的。因此透过业果的道理，四圣谛的道理，修行佛法，可以获得究竟安乐的果位。现在可以都没得了，他那母鸡，就是这菜叶给脱了，喇叭他母母鸡，这种我老子给还是给他送过去，他边境也不去，硬拉当，那边境拉当，你家来也不去，那，哦，这个多少人送他整个的，这多少的，这边境也呢，也看这什么个是个嘛，哪么个是土嘛的，哎呀，这种哪么个什么个这个多少土就算了。去了怎么做的？那个给那没了的呢？那个那他们把是土的，卡拉撒了的，那个中国没多少个人的，真的中国这卡拉阶级啥呢？那什么，卡拉撒们说中国没多少是土么多？去了就那个是土呢？这工作都没完呢呀！这三个人的
我把路过了多年的才通了 Ne kadar doğayım bu hamurla acı, etler çiğne, ne şaşayım var. Cidden, Manyo生生, 痛苦呢，有许多种安乐呢，有许多种，有粗分细分的安乐，有粗分细分的痛苦。一般的人呢，都认为说，拥有财富呢，就可以获得安乐，就可以远离痛苦了。但是呢，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拥有了再多的财富，可以避免死亡吗？可以避免生病吗？并不行的。所以呢，想要真正的获得安乐，就近的安乐，一定要透过修行正法才可以。 我们知道，透过吃药可以消除病痛，透过喝水可以消除饥渴，但是这都只是获得暂时的安乐而已。就好像我们知道肚子饿了可以吃饭，吃饭可以消除饥饿，但是只是暂时的饥饿，无法消除未来的饥饿。同样的，我们所获得的只是暂时的安乐而已，这一切的。 问题包括了死亡，并没有办法获得解决。只是呢，世间人无法能体会到这一点，而且呢，世间人不愿意呢修行。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世间人不愿意修行呢？因为世间人的迷惑，世间人太过于贪着今生，太过于着重于今生，认为呢，今生的暂时安乐是真正的安乐。 于是呢，追求暂时的安乐，所以呢，迷惑了，所以呢，不肯去修行。在广目当中呢，其实也讲得非常清楚了，想要获得来世的安乐，必须要舍弃今生。那么，想要获得永恒的安乐，必须要呢，远离轮回。那尤其是想要获得成佛的究竟安乐，一定要呢，远离于。 相的贪执与一切相的贪执，因此呢，在许多论点当中都有提到，修行正法才是获得安乐真正的因。那这也是呢，广论当中同样提到的道理。 真的给靠，你可以当送了钱，别给那，我都缺钱咋办？你买的这个都多少都买得起来。靠了些呢，那他把名字，名字，名字，就是靠了些，我有这个明白，眼中那把他把，这都多少都买得起来。真正的些呢，嗯，啊，真正的些呢，就是那名字，哦。 嗯，从这些公路偷偷买的，从这些呢，在那先把一点贵的啥的，这里买的，从这了先把多吧，到什么了先把多吧，从这了先把多吧，花了先把多吧，这是我是全拿把大把钱，等到多少钱，农民买把做啥的，现在先把一点几个月买，先把，从这了先把都买把些，那么多把多，从这能够可以呢，两个把三的，那农民买他们用过去的，花了现在呢。 타바토토고 말이 대용하게 그 동에 저 영화도 영화도 내는
Sedeleşene sadece